看我的厉害，战甲机器人大变身，台北街头就属我最威风，但惊奇的旅程才开始。神秘盔甲武士要带小朋友展开一系列的寻宝之旅。抢攻暑假国旅市场，北部饭店推出小朋友的专属客房，能变身自己最爱的蜘蛛人或是 Elsa。小小孩大玩 cosplay， 还有满间玩具随你玩，不错的啊，因为小朋友就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玩，对，然后大人也可以比较轻松一点，有吃有玩，爸妈好安心。南台湾的垦丁也有饭店推出了海洋历险主题游，教练带头亲子浮潜找尼莫，要一起探索美丽的海洋世界。新竹的野生动物园同样也推出了住宿独享动物互动体验，就是要抢攻暑假大饼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